小白今天来到了日本大阪逛逛天宝山，我觉得呢这边是一个很适合亲子还有朋友还有情侣一起来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有海游馆，还有摩天轮，还有圣玛利亚号、日本大阪乐高乐园，而且在广场上面还会有一些街头艺人的表演，非常的精彩。那在这边呢也要先推荐大家来日本大阪一定要买的一张卡，叫做大阪周游卡，它有一日游也有二日游，那一日游大概是台币的700多块，那你只要拥有这张卡片呢，你就可以免费去坐摩天轮，免费进入乐高乐园，还有搭乘圣玛利亚号。那如果你想去海游馆的话呢，只要用这张卡也可以有打折，所以现在带大家去坐圣玛利亚号。是同行的姐姐，哇！漂亮的船要进去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来日本一定要来玩哦！太棒了！